想说喜欢着我，让我偷偷猜。进来吧。我不会玩这个游戏，换一个。都可以。快点，虐。还玩吗？下吧，起来。怎么了？我赢不了他。你还小呢，当然赢不了他了。只要你好好跟他学，长得像他一样高的时候，就能赢得了他的。可是，我刚才玩游戏赢了他那么多把，他还会认真教我吗？你还生他的气吗？就是的呀，你比他小那么多，你都不生他气了，他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啊？放心，盛老师肯定会认真教你的。天天，快去吧。来，婷婷，尝尝，尝尝姐姐做的饭。好不好吃呀？嗯，比平时的好吃。婷婷，你姐姐可是美食家。真好吃，看来今天没办法减肥了。我来帮你做点什么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陪天天下棋吧。他在做题呢。你给他出的题难吗？对于天天来说，不算简单。他现在才刚开始学，要培养兴趣，给他出那么难干嘛呀？前几道题他解得太快了。所以。给他提高了点难度，谢谢你。要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补偿天天了。你也是无心的嘛，我也是不希望别人误解你。盛老师，我做出来了。我来看一下。程叔，我对程了是认真的。你了解他吗？你喜欢他什么呀？他对于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他能够让我看到世界的另一个样子，他能够让我感觉到安心。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也没有喜欢过任何女孩，
我知道我不会照顾女孩，但我会慢慢学习，我一定会尽力，我会完善自己。寥寥在我身边，她想做什么我都会依着她，我一定会对她好。程叔，我是真的真的很想和她在一起。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跟智导说过吗？说过。所以说你对我们家智导是真心的？绝对真心。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命呢？痴情了。你看啊，这是我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。你看那时候小智了多小多可爱，这一转眼太快了。这个小女孩在我的记忆中存在了20多年，在我父母去世的那个晚上，我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面不停地哭。这个时候走过来一个小女孩，给了我一块吃了就不会疼的柚子糖，还对我说Me too。 她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。程叔，我要走了，寥寥还在等着我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啊，快点去，快点去。我一秒钟也不想等了，
我想把你永远留在生命里。我刚去买了颗糖，你猜这是什么用？I want to be with you。就像星星和夜的邂逅，你将我的心思看透，甜甜的柚子糖也仿佛在开口，悄悄说喜欢着我，让我偷偷猜，是不是你也在期待心底那一句 Nice to meet you。